我喜欢把自己隐藏在一个森林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植物，我的设计某种程度是在模仿自然生成的那个样子。毫不装饰，清丽无华，把事情给剪到最原始的状态，就是 Wabi Sabi， 也就是禅。就是消线就变成立体，就是消线单消。景观设计对我来讲是人类心中对自然的某种向往。所以你看书法美术馆，我从头到尾只用了一种植物，就是同样一种蓝尾草，末端就有一点像毛笔，所以我那时候想象的就是千百万株蓝毫笔在这个书法美术馆外面迎风飘逸。那个到时候吼，这个石头一定要想办法平整哦吼，因为我们是活的嘛，活铺嘛吼。是那些框框里面以后要铺石头，就是把这个碎料 recycle， 就是因为我们都不想要把这些当成垃圾清掉，就会现场能够把它用多少就用多少的，然后也当成一个透水的系统。荒野啊，其实不等于荒废，荒废就是我们不去做任何的管理，让它杂草丛生。荒野事实上是有设计过的自然，它有一点美感，但是它不会消耗地球的资源这样子。我们做每一个设计之前呢，一定会到现场去感受，打开我们的五感，才能够真正感受到这个土地给你的一些情感。基隆啊，它大概是有点台湾的北部、东北部啊，所以它事实上是一个迎风面、东北季风、水汽滞留的一个杂木林带啊，所以我用了非常多的滨海植物，它是在滨海，它可以在盐分高的土地上展现。你将要做设计的某一块地啊，它可能是这全宇宙唯一的一个，所以你有没有办法在它的特质上找到世界的唯一？你可以闻一下，芳香万寿菊。我从小是住在台南市荒野与城市之间的交界，我这样一走出门就可以看到一望无际自然的山林，也放的这种细湖。因为我的小时候就是在这一片自然长大，突然在我国小五年级的某一天，挖土机进了，就把这所有的自然全部给填平了，那所有的野生动物啊，一瞬之间全部都消失。所以这件事情在我心中种下了一个因，然后就是说未来为什么之后会走向所谓的自然野放式的景观设计，因为事实上是在唤起我小时候的一个缺憾。其实景观系毕业之后，我也在台湾工作了四年。我那时候发觉哦，台湾的景观设计在二十几年前，事实上是一个未发展的状态。
建筑师把房子盖完之后才会请景观设计师来涂涂抹抹，所以那个时候的景观的专业的工作是非常不受到重视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去英国最老的建筑学校，里面有一个很新的研究所叫都市景观研究所，它并不是教你怎么做景观，而是怎么去思考我们该赋予这个都市什么样崭新的风貌，如何在地景、建筑、自然之间做一个全面性的思考跟融合。美军俱乐部它前身是美军驻扎在台湾的宿舍群跟唯一的俱乐部。进去它是荒烟漫草，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再用太多装饰性的植物来重新塑造一个庭院，而是用阳明山它本来就存在的一些野生的草花树种这样子。够冷它才会变黄，平地是没有办法，一波寒流就一次就变黄。梳理了这个70年间哦，在这个美军俱乐部曾经前前后后出现了一些人为介入的植物，尽可能的恢复它最原始的风貌，留下两棵老树，其他就把它先移除掉。那重新再种进去的，我也希望说可以展现阳明山这种很苍茫的芒草地景，所以其实我也用了一些这种禾本科的长草植物。种了阳明山自己常常出现的野牡丹，会开花的就野牡丹，苍茫的就是这个禾本科植物，象征时代的呢就是这两棵老山樱。那我又看到远方的沙帽山，在更远方的大屯山、七星山系。我在想，如果我可以创造一面水镜，把远方的这个山映照在这个中庭的水景上，事实上就是对于这个原有的山林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现，以及低调的臣服于它这样子。或许跟他，他的老婆是日本老婆，然后他在英国读书，多少有受到很多的一些影响，所以他的作品里面不止有一种英国，对我来讲有一种欧洲原野的味道，然后又带有日本的那种禅味。回头想起10年前，我都觉得我这一辈子过得最自由、最开心的时间大概就是那一段时间，因为没有人会找你啊，所以其实那一年半到两年大概是我这一辈子过了最自在的两年呢。我有时候还蛮怀念这件事情的。第一年我开业的时候根本没有人认识我，所以其实只有一个案子而已啊，没有一个完整的办公室。我是跟我的学长租了一小张桌子，我甚至是把公司的电话设定在我的手机，所以我的手机跟我就是办公室。包含说这个公司的申请电话啦、申请会计啦、打扫啦，都是我一个人。那其实台湾那个时候也是非常辛苦的，是大家仔细去想一下，房地产最爱的是什么东西？他们最爱的是地保。地保就是非常典型的国外极致名媛的粗劣翻版，他只是在做某种模仿而已，但是却又被台湾的房地产推为台湾最经典的豪宅。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台湾的一些美学价值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了。
所以其实我们刚开始开业啊，非常的辛苦，什么新荒野主义啊，或者是面对真实的自然啊，其实是没有人听得懂的，因为人家为什么要花几百万、几千万去创造出一个荒野？因为他们那时候的荒野就是荒废嘛。总是100个业主有一个，他可能在国外已经很久，他听得懂人家做什么，他就可以给你这个机会，那其实一下子就起来了。我讲这个例子，主要是美军俱乐部就是。美军俱乐部事实上，我们那时候在提案的时候呢，也提出这种阳明山的自然。其实他们所有的这些经理啊、总经理，事实上是强烈反对。他说：“哎，我这个俱乐部就是要走一个奢华的路线，为什么要种这么多野草这样子？”可是那时候其实蛮巧的是，这个业主的董娘哈，她是常年住在国外，她就说：“其实国外就是这样子啊。”那从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推进了，因为这个症结在于有人看过世界目前的潮流。从美军俱乐部之后就比较顺利的是，因为它够有说服力，因为美军俱乐部后来得到非常多的国际的奖项，甚至是它被台北市政府列为观光局重要的观光景点这样子。只要你不是开高速公路，你是开台十七线，整个台十七线沿海的乡镇，包含说这些渔港，全部几乎都是荒废的，你连一点点绿都见不到，因为都是风沙。我那时候在想说，我们如果在这个地方建立起一个滨海的绿洲，然后开始去产生一种工法，这种自然式的工法或者自然式植栽的研究，它有可能会造成整个台十七线重新回复到它绿意盎然的状态。那这个就是一个不毛之地变成一个滨海乐园。我什么东西都没放，但是你去观察在使用的人啊，他们就可以静静地坐在那里看海。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设计，我做的设计啊，就是把那些从渔港上清淤上来的淤沙放在那里4年，让雨水慢慢地冲淡它。那植物呢，它还是从这个土里自己长出来的。海螺永安渔港那个案子，它的气候其实是非常的严峻，这样我们有一点反而是用天择的角度来让上天来选这块地应该自己长出什么植栽，所以这其实有点像是老师的理念的进化，更进化版。像柴犬一样的人，就是他非常的很直爽吧，然后也是跟他们家的那只柴犬一样，尤其在山里面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老师这样嘟嘟嘟嘟嘟嘟已经冲到前面去，然后说：“哎，老师嘞。”然后最近要，其实建议你们去一趟那个美军，他那个鹿尾松超红的，真的，我已经变红了。对，又红又红。事实上，他们都是我以前在大学的指导过的学生，所以其实有的人都已经跟我10年以上，从他们大三、大四，然后到工作这样子，我已经不太需要去跟他讲我想要做什么，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心中想的事情。我学的是一种 partnership 的观念，他不是你的员工，他是你的伙伴了。也就是说，即便是我退休，这个公司还是会存在，因为他们会继续承接这个公司。你看，
每一个事务所它一定有累积它非常非常精华的设计思考。如果跟着这个老建筑师消失的话，你不觉得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因为我很想退休，所以我觉得这些必须要及早的布局啊，对啊。哎，还是小心一下脚上哦。这里有那个是龙马，龙马的大便。有一个龙马的大便，我刚刚有发现。其实这颗是台湾鸮鵲，这也是差不多中高海拔的非常非常常见的乔木。那银杏是这一颗，银杏是这一颗，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有点像活化石？事实上哦，这是东京有一些地铁就以银杏为标志了。其实我以前常常必须要每个礼拜都开车去露营。我很渴望的每个礼拜是走到森林里面，然后在森林里面看一本书，背下去，然后开车两个小时到山上，就把东西再卸下来，再搭出营帐，然后再张罗这些吃的有的没的，然后你终于可以有一个十分钟的时间可以在树里面看书了。我就觉得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蛮辛苦的，所以后来，有了这样子的空间呢，我就觉得如果我可以塑造一片树林，然后自己在里面看书，就是我人生极大的享受。有点像是我对于物种植栽的实验跟探索。我每次去花市，然后他只要出了一些，我之前没有看过的植物，我一定会把它买下来。然后移到我自己的这个露台森林去种种看，因为我有非常多的设计也是在都市里面要创造这样的自然，所以我如何知道这个植物活不活得下来，就是自己种种看。不同季节开出来的花不一样，对，春夏秋冬都有各自不同的味道。像现在已经是入秋到冬天，那有的叶子已经开始变黄了，那有些树的叶子全部都掉光了。瓜牛啦、蜜蜂啦、蝴蝶啦，都有，非常非常丰富。然后有白头翁啊、绿袖眼啊，那甚至有台湾蓝雀。其实我觉得家家户户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台湾啊的每一个房子的屋顶都可以变成一个生态的跳岛。可是你仔细看，我们屋顶都什么？都铁皮屋啊。我从小是练跆拳道，后来因为我在英国工作，英国都很早就下班，所以我就在英国伦敦找到一个道场，剑道馆，那里面就是日本人的老师，然后开始跟随着他们去练剑道这样子。那后来我发觉剑道事实上改变了我的一些对于人生的思考状态。他讲的就是急如风，徐如岭，侵略如火，不动如山呢，就是有进有退，皆有依据啦。剑禅合一，这个是在日本四五百年就已经非常非常成熟的思考状态。比如说以前的武士啊，他们随时要面对生死啊，所以禅这件事情让他们把生死置于度外。我觉得它是一个开始，然后我借由剑道的修炼，开始对于这些武术、剑术、禅
的打坐开始有兴趣，因为我们的剑道修炼就是打坐，在练习之前跟练习之后，他讲的就是把所有的思考放空，你才有可能再往前进一步。我发觉这些事情都是贯通在一起的。一向不会去做任何的管理啦，就是因为我觉得人啊，他该长成什么样子啊，一定有他的天命啊。就像是我种的草也是野草，我也不会刻意去捡野草。妈妈因为是日本人啊，所以非常的严谨。但是我是台南乡下的野人啊，然后带他们去露营啊，野外啊，就是希望他们做自己，甚至是我就跟他讲说吼，人啊，只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会闪闪发光，所以你书也不用念得特别好，因为我从来不看成绩的。人生两碟半啊，站着是一碟，一碟就是榻榻米的一碟，躺着的是一叠半。我们这一生啊，再怎么荣华富贵，你的豪宅再怎么虚华浮夸，你就是用不到那么多。所以你到最后人生只剩下这两叠半的空间，就是一生了。他在家，我觉得他很随便，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独特的。我退休之后，我说的，我买了一块田，那里面会盖一栋非常小的房子，放个书桌可以念书，躺下来有一个榻榻米，这就是我最后拥有的地方，也不叫拥有，因为拥有也不叫惨啊，因为所谓的惨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也都不拥有，反正就是先暂借的。你会觉得好像爸爸陪你们的时间不够吗？还是不会？我觉得不够，因为他会随便去玩，然后随便去露营啊，随便去跟朋友玩，都不会跟我们一起玩，不要太随便，然后再陪我们玩一下，就这样。为什么？